别着急，再掖着。三宝他们已经去请先生了。大宝娘，嗯，让你帮俺找应着点儿，得去找丁飞。五宝他们已经去找了，你放心，不能有事儿啊。 天给找着了没有啊？没呢。哎呀，别在这是遇着狼了，啥？狼？啊！俺家老三亲眼见着了，说是还吃人了呢。你闭嘴！赶紧闭嘴！天给娘，娘，到底咋回事儿啊？哎呀，这到底是咋了？啊，就是找着了，你赶紧陪天给娘去找天给，这儿有娘呢啊！ 要紧吗，先生？哎，来了，婶子，是他。先生正给看着呢。先生，你可要一定把他医好啊！哎，是啊，先生，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是刚刚找回来的。 好像没啥大碍呀，啊，主要是脑子震了下，所以啊，有些不省人事，说不定过会儿啊，自己就醒过来了。他会自己醒过来？我仔细检查过了，都是些皮外伤，没有弹片啥的穿进脑子里，嗯，耳朵里也没有血，这就说明不会有大碍。哦，没大碍就好。 真的，没啥大碍啊。你就信我好了。哎，不过等他醒过来后啊，得静养上些时间啊，叫他好好恢复。啊，哎，我先给他开点药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对了，草呢？草上哪儿去了？ 哎，他去找天给，还有你娘去了。俺娘，嗯，这光顾着石头了。
咱把俺娘给忘了。婶子，你娘咋了？啊，昨晚上俺遇着俺娘了。啊，那天给没跟她在一块儿？是啊，姥姥，那天给呢？天给啊，他们一准在一块儿呢。 俺就听见俺娘喊呐，叫天给快跑！啥？叫天给快跑！哎呀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俺咋听不明白了？你说，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俺娘，娘，别，俺爹娘，你别。 哎呀，嫂子，天给娘，你别，天给娘，你不能过去，你会受不了的。哎，你看看，你就听金锁娘了吧？啊，天给娘，俺跟金锁和五宝都仔细看了，这里也没有天给，天给是走丢了，金锁和五宝他们又去找了。 老子可该姥姥了，谁说都怪俺。要是俺不让你去八村呢，兴许就不会出这事儿了。<笑>行了，大毛娘，这事儿说这下还有个啥用？还是赶紧想办法把老刘先放了吧。<笑>给娘，给娘。<笑> 先生啊，那个三宝他大舅的事儿啊，麻烦你啊，还不要往外说，俺是怕再生出别的什么事儿来。啊，好，啊，这个啊，你尽管放心。我只秉承治病救人的祖训，至于其他，我从来都是不闻不问，所以啊，我一定不会出去乱讲的。啊，好，你慢走。请留步啊。好。 慢走啊！哎，好。娘，哎，娘，找着天给没？哎，咋你一个人回来了？天给娘呢？嗯，陪着太姥姥了。咋的？天给没跟太姥姥在一块儿？哎，这又是咋的了？啊，又出啥事儿了？啊，你告诉娘啊！ 是的，你醒了，谢天谢地呀，总算是醒过来了。我是在哪儿？你呀，在你妹草这儿。草啊，快来呀！你哥醒过来了。婶子，婶子，他不是找你娘去了吗？ 娘，哎，这寿材，哎，这寿材就不该俺睡，去找人把它抬来去，啊。奶奶。哎。姥姥。哎，他婶子。
你咋不在屋里守着？出来是啥？知道啊，已经醒过来了。哦，是吗？啊，哦，那太好了。咋的？是不是又出啥事儿了？没啥事儿。天给跟俺娘还没找到。还在找呢。那你咋一个人回来了？他是回来看看天给回来了没有。三宝，陪你姥姥进屋守着你大舅去。俺陪着你娘再去找找。哦，姥姥，回屋去吧。婶子，俺替俺娘，替俺姥姥。谢谢您。哎呀，起来，你磕头，你快起来呀，起来。哎呀，寿才跟你姥姥比算得了啥呀？说实话，俺可做不到你姥姥那样，俺做不到。婶子，要说为了孩子，让俺把命舍了，俺不会说半个不字，可要是这么个舍法，俺真是做不到。俺还想都不敢想，你姥姥那会儿遭的是啥罪，想都不敢想。天给娘，你有这样的老人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你一定得厚葬他老人家啊！姥姥送走了，你奶奶把她的寿材寿衣都拿出来给太姥姥了。你太姥姥走得体面。你们这说啥呢？啊？啥寿材寿衣的？婶子，就别打听那么多了，还是先顾好你儿子吧。啊，婶子。你们咋都不说话啊？彩儿，你告诉娘，是不是姥姥出事了？啊？是不是姥姥出事了？你说话呀！把老人给葬了，葬了。
丧了，这是为啥？为啥不让俺最后看上俺娘一眼？为啥？嫂儿，你赶紧带娘去，叫娘去看上你姥姥一眼啊！求你，叫娘看他一眼。婶子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就别再去想了，啊！俺咋能不想啊？俺再也没有娘了，永远都不会有了。你不知道俺这心里头啊有多懊悔啊！要是俺娘还能活着，俺宁愿把石头舍了，也要去救俺娘。要是再来一回呀，还得是这样。哪个当娘的都不忍心把自己孩子给舍了。就像你娘一心顾着你，你又一心顾着你的儿子，咋都不可能倒过来。一辈儿一辈儿就这么过来的，你也用不着懊悔。俺心里真就是这么想的。是啊，老人在的时候咱都不明白，等明白过来了，哎呀，啥都晚了。先回去看看你娘啊！找不着天给，俺不回去。天给这要有个好歹，俺也就不活了。你赶紧闭嘴，啥死也活的。没了天给，俺就是没法活了。这都怪你，非要让俺婆婆去五姑那，要不咋会出这事儿？三宝，你以为俺心里好受啊？这时候你还跟俺说这些？俺都懊悔死了，你这不拿走做娘的心吗？本来俺还以为你替俺挺能担事儿的，现在俺才看出来了，跟你男人比，你娘算个啥呀？这世上还
子，疼爹娘这都是假的，只有爹娘疼孩子，这才是真的呢。哎呀，行了，赶快找吧。啊，现在就担心天给别野菜遇上狼，你可别瞎说。哎，狼怕火，咱们多点几堆火，狼是不是就跑了？哎，成，娘说的对，保不齐天给见着火就找来了，赶紧的吧。回家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咱再找。娘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教养跟小香该咋办？你就不管俺们了？娘，你赶紧歇会儿吧。三宝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哦，对了，回去了。问问你哥的旅长啊，你哥咋样了？娘这心里啊，真是七上八下的。俺做完饭就走。俺不想吃。你不想吃，俺弟他们还不吃啊？他们还得下地干活呢。娘，饭做好了，吃饭吧。让你姥姥和大舅吃吧。娘不想吃，俺也不想吃。俺再去找俺哥。俺也再去看看。成，你还是吃点东西再去吧。你要是垮了，孩子们怎么办呢？姥姥，你给俺娘梳梳头吧。
就像太姥姥给你梳头那样。谢谢。娘，娘，姥姥这咋是怨你呀？姥姥这是怨俺呐。太姥姥谁都不会怨，她是惦着你们。小香，小香，哎，小香，这啥天儿啊？这咋还扣个草帽？就是啊，还不赶紧摘了，看着。小香，你怎么辫子给剪了？就是啊，多难看啊，跟个兔尾巴急死的。俺想换个梳头的篦子。哟，你把头发都绞成这样了？换篦子做啥呀？俺是给姥姥换的。给你姥姥换的？姥姥要给俺娘梳头，姥姥的篦子坏了。那这辫子是谁给你剪的？是你姥姥吧？是俺自个儿绞的。你绞了辫子，就为了给你姥姥换篦子？这可真是新鲜啊，头一回碰到这种事儿。那就叫你好好开开眼，还不赶紧给人家换了？啊，好好好好。姑娘拿着啊。将来俺要是娶媳妇儿，就娶小安这样的，知道孝敬娘。俺也稀罕小香这样的。娘，娘，你歇着，俺去找就行了。你放心，三姑老已经让村里人帮着去找了。不用了，还是俺去吧，你去陪着你姥姥和大舅。娘，你歇会儿啊，让我去找吧。小仙儿，娘，给篦子，哪来的？俺换的。拿啥换的？小香，小香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干啥把头绞成这样啊？这样姥姥就又能给娘梳头了。小香，你这是？
小香给换的。小仙儿，你真是好孩子。你娘有你这样的好闺女，那是她多大的福分呢。也是姥姥的福气。彩儿，给小仙把头梳梳，来来，娘用这把。姥姥，咱们三个一起梳。娘，就听小香的，咱们一块儿说。你们是没见小香那样，俺见了眼泪都差点掉下来。你还会掉眼泪？俺才不信呢。俺也不信。哎，你说你们哪一个做的能跟人家小香似的？俺们都是粗小呗，又没有变的。俺说的是小香那股孝顺劲儿，你们哪一个能比啊？你不会是相中人家小香了吧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以后俺要是娶，还就得娶小香这样的。俺也稀罕小香这样的。那老十一咋办？老十一可稀罕小香，人家小香可不稀罕老十一。看老十一那样，就是，你也不看老十一哪样能配得上人家小香。俺咋配不上？你就配不上。好了，你们都别说了。再说老十一又该哭了。俺就见不得你这副窝囊相。像爹。老十一，别哭了，再哭人家小香更看不上你了。就是别都快过河了。娘，俺去找天给了。彩儿，娘先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啥事儿？天给是不是还有个兄弟？还有个兄弟？啊，天给就天后一个兄弟啊。你没骗娘？娘，俺骗你这个干啥呀？您咋想起问这个了？是不是看见啥听见啥了？娘没看见啥，快去吧。石头，你咋起来了？快回屋躺着去。
曹，娘，俺想回去了。你回哪儿啊？你这个样子咋走啊？俺没事了，留在这儿俺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说不定还要给你们找麻烦。俺还是赶紧走了的好。你走哪儿去啊？你那儿啊都让八路给端了，所以俺才得赶紧回去。搀扶去啊！你看你，你说你哥伤成这样，看，你别叫难受啊，别叫你难受，心里快点，你看你哥，快啊！俺姐就能瞎咋呼，娘这不好好的，非告俺病了，吓得俺火急火燎的往回赶。娘想你了，就不行叫你回来看看。哎呀，我挑啥时候不好啊？偏偏挑这个时候。这时候咋了？娘想你了，还得挑你不忙的时候。哎呀，不是娘，俺村有个孩子丢了，这大伙都帮着找呢，俺咋能落下？嗯，别人家的事儿都要紧，就没把娘挂心里。好了好了，娘，你就别再数得俺了。等忙过这阵儿，俺就来看你，啊，娘。那，俺走了啊。你也用不着来看俺。咋还跟个孩子似的生俺气了？你说。哎呀，这村上来队伍了，娘，村子上来队伍了，俺替你请几个战士家来，这你可不能落下。几个，俺娘最稀罕的就是八路。谢谢老乡，我们都已经住下了。呀，天黑，你咋跑这儿来了？你娘到处找你，急得跟啥似的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说你，这咋还穿上八路的衣裳了？有天给呀，你参加队伍咋不跟你娘说一声啊？啊，怕你娘不应？婶子，你说啥呢？别跟婶子兜圈子了，走，这就跟婶子回去。哎，婶子，婶子，哎，天给是谁呀？天给就是你呀！这咋连自个儿都不记得了？你说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你以为婶子也彪啊？婶子再彪也认识天给呀！哎呀，你们咋把他给收下了？俺告诉你，他可是有点彪啊。彪啊，这你还看不出来？婶子，他一直都在队伍上，他呀是我们营长。啥？营长啊？那你要是不信，你问他呢。婶子，您真是认错人了，他真的是我们营长。是啊，婶子，这事儿我们还能骗你啊？那你们告诉俺，他不是天给，那他是谁？婶子，哎，我叫李森。对。啥？李森？嗯。哎呦呦呦！俺真是活见鬼了，你这张脸就跟从天给脸上扒下来的一样，那简直就是一个人呐！别说是俺了，就是天给娘也分不出来呀！这，婶子，哎，还真有这回事儿啊！这可真是奇了怪了，还能跟营长是双棒。婶子，哎，你说的这个天给他现在在哪儿？俺们村啊。不信，俺现在就带你去看看了以后，你们眼珠子都得掉出来。好，你现在就带我去看这个叫天给的人。啊，成，那咱现在就走。嗯，走。这是，哎，是啊，这长得跟你一样。哎呦，俺哥这是去哪儿了？咱不能老围这个地方找，
咱们去远一地方找一找。对了，俺哥说的没错。好，走。哥，没错，是你哥。哎，你哥咋还穿着八路的衣裳？哥，爸爸，赶紧回去告诉天哥婶子，天哥回来了。哎呀，没用，哥。